那父亲的噩梦肯定比我做的那个噩梦更可怕。父亲是大人，胆子也比我大，能把父亲吓坏的噩梦一定好可怕的。哼哼，我做那个噩梦接连做了三天，没准父亲这个可怕的噩梦也会做三天呢。今晚想不起来没事，明晚再做噩梦就能记住了。你这小坏蛋，盼着父亲做噩梦是吧？怎么这么坏呢？小汤圆，你这些天还有继续做那种很吓人的噩梦吗？没有了，天天有父亲娘亲陪着我，我开心死了，怎么还会做噩梦呢？我现在天天晚上都在做美梦。父亲，你怎么不问我做了什么美梦啊？好，那父亲问问你，你做什么美梦了？嘿嘿，我天天晚上都梦见父亲娘亲成亲了，然后给我生了一对特别漂亮特别可爱的妹妹和弟弟，我天天带着他们俩一块玩，每次做这种好梦我都要笑醒了。我家小坏蛋天天都在想方设法的催促跟姬无双生娃，小小年纪心思可真多。快睡觉吧，等你睡着了，父亲就去找你娘亲，跟他讨论一下究竟是生弟弟还是生妹妹的事。真的会像汤圆说的一样，这个噩梦明晚还会继续吗？